凌晨四点的宜兰巷弄里，六十多年传承三代的肉干老店家，总在天未亮就散发阵阵肉香。三星葱加上蒜，猪油爆香，还有祖传秘方一起进大锅。你看现在这个肉还是半熟的、啊，还是软的，这样看就知道这个肉有没有新鲜了、啊，有很 Q， 很弹。半熟肉 Q 弹新鲜，是因为温体猪肉准时送到。这样的新鲜的肉在哪？超大台的菜。母子俩分工合作，每一个步骤都在和时间赛跑。在15分钟至20分钟就要把它解决掉，因为我们要留着它的肉的那个品质，它那个纤维素的部分要留着，而且就像人家讲的，洗头就是上加工时间叫过去。冬天的猪肉必须在半小时内处理完毕，否则进入熟成，新鲜度大打折。这可是累积半世纪的舌尖智慧。我抓耳环啊，就是那个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戴耳环酷的呢？是哦，啊，这有啥物特高？有啊。都特高。啊，伊讲爱叫迄个白三八红红穿起，才是。来洗头啊。第一代25年次的李春流，7岁丧父，10岁丧母，12岁开始拿着刀子刨丁解猪，至今超过70年，就像是外科医师般的下刀精准，绝不拖泥带水。83岁的阿公，即使已经将棒子传给第三代孙子，依旧每天早上5点来店里瞻前顾后。跳不跳？好可怜。好了啊，这个阿公，这也算吧。弄，一遇到制作上的问题，马上问阿公。不过9年前李昌义可不是现在的模样。好，不离就那都来啊，对不？就跟他吵，跟他，然后对方也闹了蛮多人，四五十个，四五十个，然后我们30个去冲，然后就把对方压着嘛。那时候我就头啊，剁头嘛。就从他脚跟手，脚跟手不是有一个关节，都把他砸下去。地痞流氓逞凶斗狠，身上的刀疤无数。30个打我一个，那个刀就这样砍过来了，砍过来就这样挡下去了。哎，所以你很讲义气哦。对，义气足了。我就把他又弄就丢出去，我把他丢在大马路，他也是摸摸着眼就走了，就走了就跟我讲说。我不要回来，我说好，你都不要回来。妈妈气到将人赶出家门，却让儿子变本加厉，因为重伤害罪进到少年感化院60天。多年的打杀挥霍，直到20岁这一年，一场感冒导致细菌侵蚀心脏瓣膜，人从鬼门关前走一遭。整个休克。差点死掉，休克。后面我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已经都插管了，我妈上面哭，我插管了，我妈哭说，啊、哦，救起来，儿子救起来，我才知道是说我在生死关这样走一圈。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每天在思考还要继续浑浑噩噩过日子吗？妈妈就是跟我说，你那么爱玩，那干脆就直接来接家里这一度嘛。我想说，接家里这一度到底好还是不好？后面就接了，但是我刚开始怕看到的时候，我也会怕。人你走天你看啦，你若做路哦，天都会该修啊。2010年回家，从切肉开始学起。阿公传下来近百年的做法并非一成不变，在祖先的基础上与时俱进，李昌义加上现代心法创新求变。就这卡设计就是三和尚啊，没有，他分开啊。以前做我都你这细啦，细阿公我看到白啊，你正常啊，阿白咯，我落来看，哎白啊，你阿你这长啊不哩水哦，阿公我一提到一和尚，
拿到一号冲。我不要，我敢讲，我哩研究那个三星葱肉干。自家肉干当初只有原味和黑胡椒，能不能在口味上有更多选择？不只是三星葱、鸭掌、金枣和肉干完美结合，甚至入菜。长出的朱志群和李昌义是儿时玩伴，年轻时闯过二人组，现在合开快炒店，共同开发肉干创意料理。啊，我爸母啊，啊嘛做条真济啊，啊叫我母啊嘛条真济个啊。哪条？啊，啊无采我的物件啊，啊当作人拢唔知呀。啊，你都知啊，你嘛是个个一直提来玩吃啊，你嘛是玩少年好啊。肥肠肉干用葱肉干取代葱，盐酥肉干是鸭掌肉干下锅油炸，客家小炒用原味肉干取代鱿鱼，这一盘蛋炒饭红绿白香气四溢。菜肴里的肉干都是第二代媳妇赖逸来一片一片手工亲自烤。来，大姐需要什么？哎，我要三星葱肉干。来几包？哎，一包。好，今天最久没老了。来来来来，快快快来。葱的，哎，来来来啊！你要吃蜜汁的，来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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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龙眼木炭和甘蔗头共同烤出的肉干香气更浓郁。回想当初嫁来李家，可是躲在房间哭了一个星期。头一次看到肉这么多，像山一样这样堆得这么高。然后他，我公公跟我先生在处理的时候，我站在旁边，我是一直抖，因为我怕。被逼着接班，夫妻俩努力打拼。2001年，婆婆投资失利，欠债8000万，咬牙苦撑这家店，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倦鸟归巢，债务也快要还清。2017年元月，却遭遇到人生最大打击，重担就在我身上了。那时候我就说，完了，你就这样做了。我说，之前我们还在有约定，我说以后不管怎样，我要先走。他说好了，我也一定要让你先走。我还跟他讲说，我要看你掉眼泪。他说好，我一定让你先走。我说你不能骗我，如果你骗我，我就讨厌你一辈子，恨你一辈子。真的，他骗我，就这样撒手而走。结发30年的丈夫脑中风送医不治，赖逸来知道自己没有倒下去的权利。妈，这是鸭掌的吗？鸭掌。炙热的炭火在赖逸来的炉子里发光，李昌义炒肉松手不停歇，藏身在宜兰罗东杭阿来继续飘香。